据央视新闻消息，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，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，当地时间16日晚8点半左右，札幌市丰平区平二三条的一处明海营的餐厅发生爆炸。据札幌市消防局称，二层楼的店铺内起火，墙壁倒塌，有十多人受伤。事故现场附近的建筑物也遭受了屋顶损坏或玻璃破碎等影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